都有个做人的道理，是不是还都要发点小脾气？有吩咐素质，下个一单千金三金换不来。有个坏鬼胎，机关算尽，阴损占而坏。哎哎呦啊，你没看明白吗？什么样的人都有一啥分叉呀？哎哎呦啊，你真不明白吗？种瓜就不得豆啊，种豆就不得瓜呀，不得瓜。这就好像是在故事里，是不是还要闹点小把戏？有没羞没臊，天亮三更假话当成真话说了，有两肋插刀仗义疏财，顶天有理的。嗨嗨呦啊，你没看明白吗？什么样的鸟都有，有真又有假呀！哎嗨呦啊，你真不明白吗？种瓜就不得豆啊，豆就不得瓜，不得瓜。劫杀彩霞公主，替母报仇，彩霞又如何肯相信生生父亲是个恶魔？她忍痛引来白玉堂与丁月影相见，丁月华暗地向展昭哭诉母亲惨死之痛，又劝说白玉堂及早与展昭和好，同去报仇，这两位英雄却要各自捉拿花冲。那蒋老三也是大意失手，被抓进邓家堡，打得血肉模糊，他生死如何？且看24回，无情难上难。啊，诸位诸位，嘿嘿，听花某讲一句，听花某讲一句。邓大哥的心意本是要为大家谋一个好差事，此情切切，料想众位人人都是感谢邓大哥的。话又说回来，这桩好事还要两厢情愿啊，绝非强人所难。襄阳府那一头也不是见人就要，来一个算一个。我们这里吃罢寿酒也同样，来的都是有头有脸的人物，光凭有钱邓大哥未必肯受。老王爷用人是一个道理，用你你还得够分量，有本钱。花某出个点子，大家看看如何？我等可以先不去人，先签个盟约，送到府里面呈老王爷，大家意下如何？去名不去人，省得到了王府选不中，这脸面上过不去，又免了奔波之苦。哎呀，来，李燕伺候。是。邓寨主，小的愿意签盟。各位意下如何呀？赶紧凑个热闹。好啊，他做五本生意，咱爷爷也还他个空欢喜。姓丁的，去啊。哎嘿，不急，不前不后，居中啊。啊老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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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爹，被你这个两全之策，哎，该我该我该我。不是王爷那里，哎，管他呢，先送去再说吧。他老王爷平白得了一只人马，哪有不高兴的？你说呢？你我未入襄阳，先以利为名，王爷将来必得重用。嗨，过一阵算一阵，咱们喝酒。啊，来。来，该我了，该我了。爷们儿，你没上过红榜。爹呀，这种酒真那么难喝吗？你道理再大，也该叫展正一声姐夫的。如今他，你忍心让他这样站下去？月华姐姐，是你要这样的，我并没有。对，我转达的是母亲大人千叮咛万嘱咐的两件心事。一是要与月莹早日成婚，你说复仇未报，不言婚嫁，这一条就搁在一旁。二是要你与展昭尽释前嫌，莫再同事操戈，他老人家在病中，难道你不该听从一句？我将也讲过了，不劳你开金口说些什么，只要把这种酒喝下去，就算是应了我娘的。我去搀月影出来，叫他来讲给你。不用了。这酒你到底喝还是不喝？我喝。难为你了，夫君，人我交给你，等月英好一点，我们四个回家。娘，孩儿不行了，受不了了，受不了了。我知道这酒不好咽下去，你很难，我也一样难，可我做了并不后悔。我明白自己为什么这样做，你怎么样？月华叫我看住你，我哪有这本事？我不做声，是看出你不会走。月影身子好了，你才会走的。我也知道，你看不惯我。可是这做人，要想人人都看得惯，这也太难了。各人各样，原本是谁也管不着谁的。争来争去又有什么意思呢？一个称号而已。不过若要废去，也只有我自己来废，旁人来逼迫，我反倒要留着他，给人们添点难受。我想这一点你我是一样的吧。这是你自己的终身大事，
你不及别人品级，你看不清楚吗？一拖再拖，这么拖下去，姐，干嘛催命似的？我有数。嗯，月影，你是当局者迷。我在一旁看得清楚，赵彩霞不可小看，她不光武功好，有才有势，还有一股正气，一股刚气，这她家里人没有。姐姐，你是不是有点喜欢她？我怎么会喜欢她？那是怕她，不说。我先前有点怕，今后不怕了，我敢与她争高低。什么先前今后有什么不一样？我离林月堂更近了。那就该催他早点成亲。不，我随他。你两个一对小冤家，早晚叫你们气死。姐，不许说。等拜堂的时候你给我做宾相，娘见了心里喜欢。睡吧，天不早了。叫你看着人，你怎么自己倒跑出来了？真是，怎么回事？唉，太气闷了。我知道，叫你低声下气的，你当我心里平坦吗？还不是为了娘，你不许走。月华，张家府里一二百人，欧阳大侠与他们四叔兄弟如何罩得住？你放我去一趟，完了差就赶回来，上门祭拜。上门？这当口你走，想靠个人也没得靠。江湖上义字当头，也许还可以摸摸老贼的脉。你去吧。多多珍重。月华姐姐，一堂，你们要为谁上坟？你们是要去邓家堡？你别管，一堂，你别再走了，我们回家。等月英好一点，我们先去邓家堡。你就不能听姐姐一回？你放得展昭走，怎么就放不得我走？玉堂，我们早晚是一家人了，你为何偏偏与展昭过不去呢？我本心并非这样，只是见不得他在我眼前。贵丫头，你假装醉酒？什么邓寨主啊，黑毛铁面，像个法胡孙，娇娇才不给他敬酒。胡孙？有点像。哎，你的那帮朋友全是这一路，没一个长得顺眼。再新加几个好的。朋友嘛，走到哪算哪，又不用一辈子，好看不中用啊。死哦。花贤弟，花贤弟，歇了吗？还没睡呢。邓大哥，弟妹的酒还没醒？睡过去了。大哥，请坐。蒙丹签好了？封好了。我想夜长梦多，
事不宜迟，要赶快送到襄阳府去。好，小弟也是这个意思，可谁送呢？自然是非贤弟莫属喽。小弟也是该去，可大哥生辰的日子马上就要到了，小弟这一去不尴不尬的。哦，有了，嗯，娇娇，让他送回府去。他一个女流，大哥放心，娇娇的武功比前面那帮子只高不低，他钟情于我，是肯豁出命的。再说，他一个妇道人家，也不显眼。嗯，那就有劳弟妹了。贤弟，你也可松宽松宽喽。嘘，大哥不要乱讲。哼，你这个菜花贼，让娇妹管成了这个样。哎呦，你们俩没一个好东西，他是个花胡子，你是个花胡子，快松手，拉成招风耳了，没那么便宜你。我问你，你打发老娘去送这根刺头的吹火筒，你要起坏心做采花贼是不是？你下手太重了，娇娇，这样东西要紧得很，你把它送回府里肯定有重伤，你也不必害怕公主了。啊！你不说，我倒忘了。这笔账我还没给你算呢。呦呦，小心啊！镜头在公主头上。好，我说这件事，你别跟我说清楚不行？我说，你放开手。那一回，我真不是说花戏啊。你哪一回认床呀？你娇娇，你正经一点。那一回去店里，我是想骗一本书。你是个读书人吗？又不老实。真是一本书，讲打炮的。你混蛋！我不是，是讲炮阵的。公主说在你身上，一路上我翻了几次都没翻到。啊！你翻我身上，你个嘴花虫，我掐死你！别掐！我听到的，王府里有半部炮书，老王爷保卫的不得了，可惜只有半部，请了高军士来续书。那个老文生，他续什么书啊？只会撒酒疯，天天挨王爷打，我还揍过他呢。那天在店里，那部书好像被白玉堂捡走了。都是那本书闹的。起先是丁家姑娘，接着公主又换了锦囊。东一句西一句乱讲。你明日就去送这个蒙丹，我去找那本书。教授，我告诉你，我预备做三件大事。一件就是这个名单，一件是找那本书，还有一件天大的事。我不去，要去一起去。姜老弟，你几个兄弟和战大侠都来了，这花虫也不知在不在邓家堡，我们两个应该去打探一下，弄弄清楚。打探是应该的，不过你欧阳大侠不能去，江湖上认识你的人多，要去还是我一个人去。你与花虫交过手，他若认出你来可是不妙。他背上吃了两次，头也不敢回，没命的逃。我那时候满脸是血，天又黑，我料的花冲也没生就火眼金睛。再等一等吧，邓家府里聚了一二百人，出了事单凭你我难有作为。不妨事，我算了算脚程，卢大哥展昭他们几个不出今日即该到，要去打探一早不宜迟啊。小心为好。欧阳大侠放心，我蒋老三武功虽弱，倒生就了随机应变的逢凶化吉的一张铁嘴，死人也能说得活软来，不怕。蒋老弟，欧阳大侠，你且在此等候，带小弟走一趟，受礼是没有的，受酒倒要吃他一杯又一杯。蒋老弟，千万小心。蒋老弟心中有数，
我要真陷在里面，少不得大侠辛苦辛苦。嗯嗯，小娇，放心吧，没事。就有老弟妹了，去了以后啊，肯定有重伤啊。嗯。小娇。嗯。上马了。啊。行。弟妹，事关重大，不得不劳你先走一步了。日后大哥请你与花贤弟来家做客，玩个痛快。弟妹，请上路。是啊，你蒙丹在身，要多加小心。大哥放心，娇娇人虽粗一点，女儿家到底比我们心细。娇娇，是不是？嗯。哎呦，娇娇，放手，快放手！你说放手，记着，不要再胡作非为，也甭说你的招风耳，两只我全都给你丢下来！快放手，快放手，人前不可胡闹。娇娇，快走吧，啊！我走了。耳根子软，怕老婆。大哥，树林子里有人走动，见得我就躲。嗯，来人，来，慢着，给我搜一搜。是是，走。果然是做贼的出身，天生一对贼呀、啊。站住！站住！哎，哈哈哈！众位小哥，拦住贫道可是要站上一卦。哎，来来来，大家不要急，排成队，一个一个的来啊。哼，给小来的上一口，走，见我们寨主去。哎，贵寨主是哪一个？人手大圣邓车。贫道不曾认识，不便打扰。好了，不便打扰。走你们，走你们，走你们。哎呀，这有了，好了，你们。哎呀，哎呀，老子杀了你。好，你们快去。哎呀，你说说，这十几天下来得揍了多少东西？哎呀，有什么呀？吃了抢，抢了吃，又不用花自己的银子。好，这位英雄好相貌，你是？贫道为尊驾沾上一卦。走啊，进去，走吧你。进去！见了我家寨主，还不下跪？是，跪下！贫道稽首，大王生辰好风光，福如四海万贯财，寿比南天千年归。可喜，可喜呀、啊！住手！千年王八万年龟，你敢骂我们寨主啊？哎，小哥诧异啊，神龟寿数千年，自古有此一说呀。贫道在此祝大王长寿如龟，哪有骂人的意思啊？行了，你这妖道是从哪里来的？躲在林子里窥探些什么？同时招来。大王息怒，贫道小号半仙，云游四方，并无一定来处。刚刚在贵寨门前见到寿旗，贫道有心讨一杯寿酒吃，却又不便空手登门，正在踌躇之间，不想大王差人相邀，真乃幸事也。真叫啰嗦，本寨主过生日摆的是流水席，招来四方客，你胡混一顿酒吃也不算什么。大王乐喜好施，来日必有好报，财运大开。不过贫道也不白吃这碗酒，情愿奉送一卦，添些喜气。
大王意下如何？我就不必算了，相个面即可，相准了自有重赏。慢着，你是自小出家还是半路拜师呢？我看你有点面熟。这位施主好眼力，贫道实在是半路出家。你原来做什么营生？贫道先前跟随一个跌打师父，有那伤筋动骨的、恶疮红伤的，医治过不少。向来施主也经过我师父治疗一番，好一张尖嘴。今日我倒要看一看你这个道士是不是假冒的，若有半点差错，你医治跌打的救火可就用到自己身上了。这位施主的话贫道十分的不明白啊。大王，这看相诚则信，信则灵，古今同理啊。大王若是存山孝之心，这相看了也是无用的。贫道不如告退了。且慢。哪里？你且向了面再讲其他。如此推搡摔打，这相如何看法呀？啊？花贤弟，何苦与个道士拉扯？来来来来，坐这吃酒。也罢，先叫他与你向了面再说。大王，向面有向前、向后、全向、半向之分，不知大王要向哪一种？这向前、向后、全向、半向，怎么个说法？向前便是断出前世以往的旧事，向后便是测得今生来世的前。以往之事我自知了，来世还远，我只要向今生如何？那是半向了。大王，人之于世，其成负善恶乃天道循环，因果报应之轮回，前世今生来日环环相续，不可间断。以贫道之见，这半相总不如全相。啰嗦了半天不见一句正题，你到底像是不像？我该蒋老三晦气。哥，我过去点破他的身份，也除除咱们松江帆船的晦气。不可，当初蒋老三饶了你我兄弟一条性命，才有今日。再说他们巫术兄弟顺风顺水，正在势头上，别去惹火上身了吗？他要是当真了不起，为啥这般藏头露尾的作假呢？刚刚蒋老三抓了我一把，分明是提醒不要相认，这里头大有名堂啊。哇，哎，大王生的一副异象，好好。好什么？大王看看，这里的人们有谁与大王一样找不出来的？当然找不出来，他生就一副猢狲相，咱们呢人相。那还用你说，都长成一样的了，那是爹娘出了毛病。大王不知啊，你这副异相乃是大富大贵之相，早晚要成大气候了。本寨主眼前的气候就不小，金玉满堂，人强马壮，看也看出来了。大王啊，与你日后的富贵比起来，眼前这点儿贫道不敢明言，不敢明言。乡下，你说来无妨，说来听听。天机不可泄露，贫道不敢再见，日后必将印证。乡家，哪怕提示一二。贫道只说一句，大王眼前有贵人相助，前程无量。果然如此，花贤弟，你我同命，好兆头。乡家。
赏你20两银子。大王，这如何使得？如何使得？不。江家，谢了。你还没有讲完本寨主的命运，这该不是天机了吧？大王，要听真话呢，还是要听假话？这看相，你当讲真的。那么贫道只得直言相告，大王虽是洪福厚禄，阳寿却是短了一些。贫道细算下来，不过6-7之数。42，还有2年。慢着，邓德纲，休听这此道胡言，带小弟来问问他。你说邓德哥命短有何凭据？这位施主，生死有命皆在天道，贫道如何敢乱讲呢？大王阳寿短在此门，气散而不聚，人无气岂能享足天年？难得你还懂得风水。略知一二。有无补救之策，望先生明示。有倒是有，只怕讲出来大王不情愿的。没有的话，再要紧也不过一个命字。贫道有个救急的法子，在此门内左侧修一方便之所，以收聚其气。这蒋老三捉到车头上去，我看是最好的，说是跑了几次茅厕，耽误我多少酒肉。聚敛宅气这个道理老朽也是知道的，不过这污秽之气终不如清扬之气呀。施主谬矣，清扬之气多发生于草木之间，于是何补？施主所言污秽乃是人气，越重越好，郁积如云，方有护宅诱人的效应。大王，贫道此法旁人听来好笑，却绝非戏言，讲不讲在贫道，听不听在大王，这是勉强不得的。来人，赏他一杯酒，让他去了。慢着，大哥，先不忙让他走，带小弟也让他相上一回。你给我相仔细了。这位施主，你是向前向后呢，还是全向半向？再啰嗦，我揪下你的鸟舌头，快相。哎呀，你看够了没有？不好，不好啊！如何不好？施主啊，贫道看你一脸的晦气。哼，往下讲。贫道也不怕施主生气，天意不可违，须得直言。这位施主命途多劫，年内有3道难关须得经过，前2关不过吃些皮肉之苦，这第3关却是血光之难，更得加小心，不可到处乱走，把红害带给别人。好贤弟，我看着相家讲的极对，你前2回的劫难他全说中了，确实有些了得。小平，贫道法号小半仙，我倒要看看你是人是鬼。哎呀！花贤弟，吃醉了。看在邓大哥的寿辰之日，便宜了你。滚吧！施主啊，看相就是看相，不分青红皂白，把贫道乱摔乱扔的，哎呦，腿都要跌断了。你这道士
还不快去。这招幌有多值钱？哼，快绑喽！是。老实点。凶器混入我邓家谱，想干什么？贫道云游四方，随遇而安。若是行路迟了，无处投宿，或是起身早了，走到荒僻处，好歹有个防身的家伙。自古吕洞宾就有宝剑防身，施主何必起疑呢？啊！兄弟啊，我看咱们得走了。哎，哥，这酒吃的正高兴呢，这正席还没摆上来，怎么就走啊？这顿酒吃不太平啊。嗯，你看蒋老三装神弄鬼的，不是白来耍笑的。嗯，哎呀，你到底姓甚名谁？受何人指使？为何要与我等作对？大王问的贫道全不明白啊。我把你扔落道。大哥请慢，这样问他怕是问到过年也问不出来，还是交给小弟发落吧。你现在认得我吗？贫道是初次见到施主，望施主高抬贵手，莫要冤枉好人。好人啊，今天爷爷就做一回好人给你看。江平，事到如今，我劝你还是同时招来，花爷爷可以饶你一死。贫道冤枉啊，贫道冤枉啊。装鬼装一次也就罢了，在铁岭观你就是用这个暗算你花爷爷，如今人赃俱获，你还赖得掉吗？暗算？施主气色如常，浑身周正，哪里有遭暗算的模样啊？贫道可是看不出来，两位小哥哥你看着像吗？恶道早死，给我狠狠地打。那正好，贫道四处化缘十分辛苦，也不过为这副臭皮囊，如此了账也不用遭这国罪了。只是二位小哥罚了就歇歇，别弄坏了身子啊。给我往死了打，我倒要看看你这副铁嘴钢牙能关到几时。落轿。天堂知府这个狗官到邓家堡来了。知府大人，邓某何德何能，小见生辰如何劳得老父母亲驾前来。邓寨主不必过谦，本官有要事相告啊。哦，快请里面叙话。好，请。你纵然是龙潭虎穴，我也得闯一闯啊。哎呦，我明明看见个人影，这么会儿就不见了。二哥大哥。嗨，你别叫啊。二位。原来是你啊。欧阳大侠，怎么不见三弟啊？啊，
是我一时糊涂，答应蒋老弟，独自一人去打探花冲的行踪，眼看已有半日不见他出事，我正在范畴呢。有什么仇的，我带去。四弟，你去不得。你们一个个来去自便，为何我就不能去？四弟是了不起的大英雄，会派上大用场的，小事就不烦劳你了。蒋老弟与我有约，若有变故，天黑后再做接应。眼下顾不得花冲不花冲的，要弄清楚三弟的下落才是啊。大哥，欧阳大侠说的不错，三弟这一去不复返，其中必有缘由，先不可冒失进去。啊，我刚才看见钱塘府的轿子进入了。你招手，打得好。贫道也分你一些彩头。花寨主不可呀，今儿正是我家寨主千秋杀了他不吉利呀，花寨主不可呀。来呀，花冲小贼，花寨主要不杀了贫道，便是小娘子养的小乌龟。来呀。哎呀，这位道爷你少说一句吧。好贤弟，东西真的来了，息怒息怒，这倒找死。好贤弟，喝到嘴滑打他一顿就是了，别自家气坏了身子。快来，随我到后面，有要紧事。啊，还望大哥，恕小弟一时忘神，皆因一时气愤，把大哥的千秋给忘了。给我狠狠的打，不可松懈。啊，是。是你的，给我们添差事，还算二号主子。哎呀，道爷你也是，你好端端去惹他干什么？惹出一场是非来，你早该自己算一卦。就是，你自己爱大事小，累得我们两个一身臭汗，干脆我们俩陪你到底。二位小哥别再操劳了啊，刚刚你家寨主赏小的20两银子在贫道身上，二位把贫道放下来分作你们的工钱算了。打人打出外快来了。日前衙内来了两个做工的，一个姓卢，一个姓徐，说是开封府包拯的手下，奉了圣旨要捉拿花英雄你，让本官协办这个案子。想那包拯是有来头的，不好惹呀。本官知道花英雄与邓寨主一路，又有襄阳王做靠山，本官也是受了好处的，故而来知会一声，望二位留心此事，早做防范。哼，这事我早知道，我不去寻他们的是非，他们倒敢来寻我的是非。华贤弟，今日这道士倒是真有点蹊跷，若不是老父母来提醒，咱们还蒙在鼓里呢。怕什么，区区五鼠就是他们一起来，这里有百来号人，看看到底谁拿了谁。
只只将嫁入东府。真真假假若不回来。